英国名女作家罗琳命立，女1965年7月31日子时出生，房间话位时出生，八字乙乙年，未未月，壬戌日，月子时，若未时出生，火炎土燥，引木成为枯死之木，不能治土生身，癸水官星无根，不能润土生木，故未时不是上等八字，唯有子时，癸水得禄于时，润土生木，引木于气通根，官印有根，食神配印，乃是写作天才。他小时候喜欢听讲故事，五至六岁已经写奇幻故事。丙戌月与他日主福银，古云反银福银泪淋淋，不死他人死自己。1990年母亲过世，1992年结婚，同年生下女儿，次年离婚。1993年至1994乃是他人生玉底。这几年以来，他经历母亲过世、失业、离婚，带着嗷嗷待哺的小女儿，贫穷无依，患上抑郁病，几乎想自杀，幸有女儿令他无法放下，然后振作起来，努力从事他的写作特长，开始写长篇小说《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》。1995年投稿五间出版社，有四间被拒绝，只有一间伦敦布林贝利出版社肯接受他稿子，支付他1500英镑稿费。出版后，老板八岁女儿丁卯年出生是他贵人，看完第一章后爱不释手，问爸爸后续。1997年他得到苏格兰艺术协会给予他8000英镑奖助金，鼓励他继续写作。1997年布林贝利出版社正式出版《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师》，手刷1000本，一纸风行，一举成名，洛阳纸贵。次年月银年《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师》美国版权拍卖105000美元。此后《哈利波特》小说电影风行世界，令他名成利就，一举成为世界级富豪。1995年乙亥年是他人生转捩点，跟着丙子、丁丑、月寅年、喜神水木流年相助发富贵。紫微斗数命宫作甲申，命无主星，迁移宫有天机化禄、太阴化忌，命禄入凶代表成就，官禄入富代表成名，名成利就。有火贪禄存守极恶，会田宅宫无曲破军，天马成富格，成为突富诱因。然而六煞六吉其会，是先苦后甜，先贫后富之格。迁移宫有天乌解神，阴煞加上福财现作会昌曲阳刃鸾喜左右灵星汇集，迁移宫暗合劫空天马，赋予他天马行空奇才，写出他的亦正亦邪的神奇巫师小说。1990年庚午年，虚龄26岁，大限忌入流年父母。本命母亲宫，母亲宫凶化，此年丧母，同年流年作权，会迁移宫流禄，事业宫自化禄，流年忌入，财帛宫禄忌，禄忌权激化他灵光一闪，脑海里突然产生写巫师小说概念的灵感，令他奠定将来成功之道的基础。他在1992年虚龄28岁，申年夫妻宫自化禄，化科入大限命宫，流年大限夫妻宫激化，此年结婚。然而这年流年命宫化忌入事业冲夫妻，婚姻不长久。次年夫妻宫忌入流年迁移宫，形成羊驼加忌火星冲流年命宫等等，夫妻宫凶化，夫妻争吵，被老公家暴，打到口青面肿，赶出家门。1994年甲戌年，流年事业宫天机自化忌加流年羊驼加忌冲大限，流年夫妻宫本命命宫，流年化忌入本命事业宫冲夫妻宫，先天后天夫妻同时受忌所冲，此年离婚。这两年受到种种不幸打击，令他患上抑郁症，差些自杀。凡天梁入夫妻宫，多数夫妻生离，或夫妻常分两地，更加上他夫妻宫自化禄，主丈夫好吃懒做，讲究天下无敌，做旧有心卯力。1995年他虚龄31岁，是他丙戌大限最后一年，也是他人生转捩点。流年乙亥，坐丁亥宫，流禄在事业宫，激发火贪吉格，事业宫化禄入流年命宫，此年令他的著作得以发行。1997年进入丁亥大限，大限禄入田宅，事业宫火贪吉格，事业宫禄入大限命宫，流年丁丑及丑宫，流年父母宫双化禄，大力文书写作事业。流年命禄入大限命宫，事业禄入流年田宅宫，巨门化禄及化事业宫天香，此年出版著作一炮而红。次年月寅年，流年命宫作权禄忌，
事业宫自化禄，流年父母宫，大限事业宫贪狼化禄，激发火贪横发格，更是锦上添花。他的《哈利波特：神秘的魔法石》美国版权拍卖$105,000。2001年虚龄37岁，辛乙流年，夫妻宫化禄入大限命宫，夫妻宫即化，此年再婚。2008年虚龄44岁，大限月子，流年月子，双禄入大限田宅宫，形成火贪爆发格，名成利就。同年被周日时代富豪榜列入英国第144位富有的人。